我觉得这个周新光教授刚提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应该把它这个就是说集中到来谈这个，就是说究竟我们呢当初这个发动这个文艺启蒙运动也罢，或者是我们以后包括这些中共或者是很多政权他提出的一些很伟大的口号，你提出这个代替率的问题，完全是一种究竟他是一个真心是这样想的呢，还是最后是或者是作为一个工具来最后来出现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应该想得更多一些，或者说在历史上是不出现一种转折。刚才那郭明就谈的，很多我们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这种重要它真的是一种工具吗？它并不是工具，在很多很多最初的些很多人的想法，它确实带有一种非常的切实想改造中国的这种一些想法，只不过是怎么说呢，就说是在一些政治运动的这种过程中，或者说在中国近代说政党出现了以后，作为政党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一个对这种言论的这个或者叫控制，或者叫言论的他把它统一的这个过程中间，很多很多人慢慢就把自己这种东西变成一种修辞学的一种东西，就说这种在真正的这种中国那个你刚刚谈到就说就回到那个就刚才回到郭光兄那个说的这样的，您认为这个就说共和从共和到民主这样的一条路，你提出这样的条路是指的是这样，叫共和虽然建立了以后，我们的民主的制度没有来得及建立起来，或者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大家没有更注意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那个跟刚才那个徐光兄谈的时候，实际上我觉得是联系在一起的，指的就是说怎么说呢，很多那种口号是在共和的阶段被提出来，在共和之前被提出来是毫无问题，是提出来这些口号提出来的是作为一个政党的口号提出来的，还是作为个人的口号来提出来的？很多很多的知识分子，你刚才郭光兄说认为就是很多知识分子他有这样的一个这种关怀，或者是一种认为自己这种地位发挥的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知识分子他真的是这种关怀是发自内心的，我们还要注意到，而且这个发自内心的他确实也看到一些问题的一些实质。你比如说那梁启超的一些问题，就我昨天也谈到就不说了，他实际上对这个自由这种渴求，对的最初他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这些问题，那么最后怎么样变成了一种口号，变成了一种就是说那种怎么说没有制度化下来的，这样就说刚才对我们对这个中华民国的这样的一个建立这个过程中间，或者说中华民国它究竟是真的是一个是为了一个追求共和而成立一个国家的一个形态呢，还是说它是也只不过是一个就说一个最后说的不好听的话就是一个完全是一个修辞的东西，完全来没有那个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就说还有就说孙中山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我觉得孙中山他自己答应的很多的东西，或者说描绘很美好的东西，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实现，或者说他只是用更聪明的一种粉饰的方法，把他本来想追求的一种集权主义的一些东西，把它变成了一些怎么说呢，一种好像是一个伟大的目标。他和那个知识分子的很多当年的知识分子所走的路或者是那个思维完全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他很早前就是一个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来谈这样的问题，可能这个事情就会那个等到那个唐启华教授谈的时候会谈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看到只有当年的很多很多在日的这种就是政治家吧，到日本去和日本那种政治家的之间的那种交往的过程中间，他们随意答应对方的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思想家们很多的思想家们和包括那谁就是刚才柯武兄说到梁启超他们在这方面基本上没有进行过这种勾兑的，就是这样。所以说刚才就说我是不觉得那种就是郭光兄刚谈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从民主到从共和到民主，我们实际上没来得及把民主制度巩固下来，实际上我可能反过来就说，实际上我们那个是正是一个摸索的一个阶段，正是摸索阶段，很多很多的民主制度正在摸索的过程中间。我最近一个学生在写的一个篇文章是写的是让他写的就是关于说民国初期这种自治制度的这种导入，自助制导入，最终导入这些人是什么呢？导入这些人确实是有一些真正是想改造的什么那些目的，这是什么人？这是军阀。对，好，我就先说，以后再。我想讲到这个，雪芳兄刚问这个民主到底是不是 rhetoric 是修辞而已，我觉得的确有修辞的一个成分，但是如果我们从晚清的历史来看的话，民主其实这个大概在魏源以后呢，就变成一个合法化的一个象征。凡是好的就是民主的，坏的就是专制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的一种基础。那问题是民主是什么，没有人搞得清楚。那在这个晚清之前呢，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一个革命，或者说是一个以英美为主的一个
民主共和国革命，所以建立了中华、这个中华民国。但是呢，建立中华民国之后，我想国王兄讲的没错，那个时候的这个民主制度的一个建立是有很多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就这个理念上来说，我还是要帮孙中山讲几句话。王克兄当然这个觉得孙中山这个家完全是一个政客，可是孙中山的这个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里面，其实就是从晚清，他在《民报》开始就谈这个。当然，《民报》除了他之外，还有汪精卫啊、章太炎一大堆人共同建立起来的，就是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里面的这个民权主义呢，是对一个西方式、英美式的一种民主的一种这个基本的一种架构的一种建立，当然也有一些修正。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至少呢，民主这个东西在中国呢，不能完全讲是 rhetoric， 你要取得合法性，一定要民主。这也是为什么1940年毛泽东要写《新民主主义论》，他要说从资产阶级革命到工人主导的新民主主义的一种革命，那个民主才是他的民主。虽然他的民主是完全是所谓这个 Hegel Marxism 的一种那种民主，跟这个资产阶级或者说 John Stuart Mill 这个 Locke 的民主完全不同样的。那这个我下午也会谈到这个陈永发在我们的五四会议上讲说毛泽东怎么样绑架五四，怎么样把民主跟自由呢变成共产主义体系之内，这其实是一个意识形态话语的一种争夺。但是我觉得这种对于民主的那个信念跟合法化的要求是超过 rhetoric。 我对不起我再插一句啊，刚才讲的更多是思想脉络的演变问题。但如果咱们如果看中国这种我把称为一个组织制度吧，中国组织在晚清一直到民国期间，应该说除了虽然我们有个帝国架构，但基本下面是个松散的这个地方性自治非常强的这么一个架构，对吧？是在40年以后才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的，因为我们说的包括军阀格局啊什么都是在这个民国这个时候演变过来的，一直到经过这个抗日战争以后突然发现这个。我认为1945年是一个组织制度的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嫁接过来的，就是说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这种制度的，就是说皇权到下面以后把整个国家这么深入的统一起来的。这个在这个现在有些研究工作讲这个晚清民初的，是讲这个开始设了区公所，就县以下设了区公所，但那个区公所虽然有了架构，但还是非常松散的。但和我们现在看到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的问题是说，要说从民主制度，或者说用各地方性的这个自主性来说呢，其实中国应该说具有这种这个，不管说是这个制度性的这个要素在这里。那么人的要素呢，那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说是不是人的这个人权问题啊，人的自主权，人的自我们说这个普世价值对人的尊重的问题，这是思想问题。但从这个组织层面来讲，我倒反而觉得，是不是说实际上在这个晚清初以后是走了一个历史的偶然性，走到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步。我不知道，我只把这问题再提出来，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列宁式政党的出现的话，中国我想不应该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可能更是更。这个历史延续性来讲应该更像是在一个松散关联的这么一个大的这个，但也许这个帝国架构可能就不能存在下去了，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这个架构的变化我认为在49年前我是一个质的变化。我明天会涉及到这个题目，这是我最近一个反省，我觉得这个制度变化是非常非常，组织制度变化是非常非常大。我问你一句，那你是感觉到就是说，实际上在49年以前的那样一个架构下，实际上那些因素都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公民社会的因素都在那存在的。对，其实如果我们看到，比如说20-30年，是我们看到各种思潮的东西，对，应该说是相当的多元化，对，是不是？这是非常有意思一些现象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现在组织形成，基本上是大工业资本主义大工业产生以后产生的，就大规模的组织，然后产生我们看到课程制度的。中国历史上课程制度和韦伯后来讲的课程制度是不一样的，但这个制度呢，在西方就导致了也就是个民主制度，
尽管很多的这个西方，我们在做制度研究人，很多都在讲这个矛盾，就说你一方面外社会上是个民主制度，但是你组织内呢是个等级制度，而这个非常明显是个等级制度，所以很多人都在担心说这两个最后是谁要战胜谁的问题，谁把谁给吃掉的问题。哎，你看在西方这个演变，最后是一个相安无事的这么演变过来了，但是呢，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最后实际上是说这个社会上不管是什么制度，但一个组织的高度集中的一个制度，最后是把社会给组织起来了，所以它走向另外一种组织形态了。所以我在想，就说这个，就这个是个什么样的历史的合力，把它推到现在这个地步的？刚才我们讲的思想问题，我也就想是看看，就说这个和这个这整个制度上的有哪些成分要素是有关系的。就是大灾问嘛，这个就是从东方进入，为什么从这个民族主义，在法国大革命产生这种人权各种各样的，到德国里头，德国它就处于当初就刚才谈到说的一个，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同样一个那个German，它又分了很多的国家。我们东方的就是这是Julia上的提出，他就说那为什么那个就说哦德国，我们对我们东方为什么影响这么重，实际上是和。我特别同意这个想法，为什么？我就看到，就是说，我们东方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那马克思主义进入到了欧洲，进入到俄国，很快被俄国这样拿过来了，或者说，另外一派的一种民族国家这种思想，很容易首先被哪里借进来，就被日本借进来。日本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完全是学欧洲这样的东西，他就说，学德国这样的东西来的，完全从这样角度来的。这个角度来的时候，被中国借鉴。中国一个最可怕的东西，更可怕的东西，这跟客户行为我们都做过这样研究，就关于中国民族西来说的这样的，他就把自己的民族夸得好得不得了，那就是我谈那个民族的剪刀差，这么伟大的一个民族，我们从哪来的？我们从巴比伦来的，那个这个谈的很多了，就是巴比伦来的，我们是最优秀的民族，结果我们遇到这么大的。但是日本有个非常聪明的做法，在巴比伦这个民族到了日本了以后，他。爱奴人他怎么处理了？他说爱奴人也是我们日本民族的一部分，他只不过是他在那个这民族的历史的过程的形成过程中，他犯法了，把他追到另外一个边缘的地区了。但是他说中国民族的一部分，他用这种来解释。但中国人不是的，中国人的当时处于什么？就革命家处于一个在野的这种一个位置，在野的位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就是要夺取政权。夺取政权的时候就要把和这个就是。就执政党，执政的不叫执政党，执政的这个民族和我们说成是完全不是一个民族，用这样说。那他这个时候就是用怎么说，就说是用尽怎么说那种侮辱的那样名字来把这个就是民族之间的这种差距扩大化。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满清是200多年那种统治的过程中，要满族已经大量的已经汉化了，但是汉人就这样说的不得了，这个就让日本人就借进来。日本就说中国这个汉人的不得了的可怕，什么叫中华思想，就他永远只认为他中华才是最伟大的，所以他都是那个把所有的那个少数民族的，他跟日本人完全不一样。我们日本人是也被他们欺负过，但是我们日本人对别的民族要好得多。他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就是刚才谈的，就说这个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毫无问题就是种族主义，而且孙中山他们用的话就是种族主义，他们自己也用我们是不同的种族，这样的问题就出现了。刚才那说是我刚才举个例子，就谈的是从民族自觉到民族自治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的。像这个内蒙的问题出现了很大的一个是中国共产党转变的民族政策非常重要的，它没有别的。我还是觉得是我可能是一个性恶论吧，我不是一个性善论，就是刚谈的那个，我觉得共产党也罢，国民党也罢，他们的民族政策，他们完全不是为这什么好。或者包括不仅仅是民族政策了，包括那个什么很多很多这种政策。我所以说对刚郭王兴说民族主义制度、民族制度格，我觉得制度建没有用处的。为什么？他们嘴上说的再好都不是都没有用处的，他们不会那个真正的为咱们那什么来好的这个，为这些当地人好的。所以刚谈的就说那个我在新疆长大的，我就再说一个，就是多说更说的话，中国进入了1949年以后，就不断的两种反民族主义者。不停地的循环，一个叫反地方民族主义，一个叫反大汉族民族主义。这个反大汉族民族主义是最早开始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些汉人到那儿去了以后，觉得自己不得了的时候，马上就开始欺负人家，马上就什么，少数民族马上就开始欺
这些反感这些东西。其实反感这个过程中间那口，这个就反映到上面去了。就王震的事情最有名的嘛，王震就把人家就杀了多少人，最后就报上去了，就中央就马上反，就开始说要控制这个大汉族主义。结果大汉族主义还没到一年，还没到一年，马上变成什么了？我们同时要反地方民族主义。这个口号提出，地方民族主义从此成为一个更可怕的一个名词。大汉族主义犯了大汉族主义的毛病的人，顶多就是撤了，或者顶多就到了，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全都进监狱，全都进监狱，而且是判重刑，各种各样的。所以到最后，很多人一看不对，那个伊犁事件是什么，就跑嘛。人家一看在你这头，本来是你用我们夺取了这个政权，拿到了新疆，结果你要把我们抓得不得了一个，就是这里头我们从中国再说是平等，根本没有做到平等，也就刚说的完全是一种种族主义，到最后都没有说。但实际上大家虽然看得很清楚，按肯定当新疆和我们的文化不一样，各种，但在内蒙的地区，到阿拉善地区也看得出来，实际上我们在很多很大的程度上，我们的人种也罢，各种我们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但是为什么留下来？就是我自己一个最大的，就是我们近代，就是所有的这个政权，它实际上并不想真正制造一个和谐的政权，为了保持政权，它一直在想办法制造敌人，它一直在制造敌人。而且我还提出另外一个，我在那个和王明科我们两次谈的，我一直在谈，我一直认为，制造这个敌人是什么敌人呢？不是远方的敌人，它是制造身边的敌人，一直在身边找敌人。你和我不一样，找异类，找这个异类就。让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他所代表的，他认为代表这种大汉族主义这种人更能够紧张起来。这就在新疆看得出来的。当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真的是和我们一样的那种或者说造反比我们还造得更好，跟着毛主席跟得更多的跑到那个清真寺里边，清真寺里边去烧那个什么，就是把清真寺的古兰经烧的那些人，最后接着马上就被变成了叛国分子，地方民族就枪毙了。我唯一的一辈子看到一个枪毙的人，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枪毙这个维吾尔人。这个人是个造反，他就是个造反司令，就说是个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就变成这样的一个问题。刚谈就说是很容易，很容易就是把它变成一种敌人这样的想法。我有一个很强的方法论上的一个关怀啊，我提出来答应。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讨论这百年这个历史的进程呢，当然会是努力去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走的一个逻辑。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就是说，这个历史就必定只能这么走，不是有一个历史决定论。我是觉得我们应该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呢，就是说能够讨论的就是说，这个历史过去是这么走了，但是呢，有可能就是再次打开一个历史选择的可能和机会，这个我觉得对我们很重要。对，这个对我们这些价值观的人，对我们这些上的就很重要。刚才说文艺复兴。我觉得比如说文艺复兴呢，实际上就是西方人他从他的这个历史遗产当中去找到资源，然后呢打开一个在当时和当时的现实不同和中世纪的逻辑发展不同的一个新的历史选择的可能。我觉得我们就是说作为中国人的支持者呢，我觉得我们可能应该有很强的这个关怀。这个可能讲的虚了一点呢，但是我觉得因为可能这节讨论差不多了，我想把这点方法论的想法对讲出来，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觉得说我们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好，朱莉，我们还有最后三分钟，然后我就把最后三分钟交给朱莉。我是就讲两个哈，就说胡适当年在30年代，他对于这五四运动一个看法，他说这个当年蔡元培怎么样走到这个狭义的这个民族主义的运动上来。他是认为说，在蔡元培和新青年，包括孙中山，他们当年抱的都是大同主义、天下为公的思想。他说，孙中山的回忆说，直到鲍罗廷告诉他说，可以用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策略，这个才就是包括这个1926年中国的一个大的一个就是这个民族主义运动以后，中国才走上这个狭义民族主义的道路。然后这个就是我想起来啊，就是说其实当年这个在列宁的这个这应该这些因为这他讨论到这个共产主义的起源还有共产主义的演变问题，在列宁成立了这个苏维埃以后，他和卢森堡的一个争论，他当年也是非常理想主义，按照这个共产主义的这种原则想去做这些事情，但他后来在跟卢森堡的一个争论里面，他差不多就回到了这个原来的这个民族主义国家的这个路线上来。然后并且呢在
后来斯坦利也是差不多继承了他这个思维，然后就出现这个跟就是托洛茨基的争执，托洛茨基更坚持原教旨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我想这种历史思路的话，肯定会影响到中国，因为中国怎么样从一个独到的马克思主义到一个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你怎么样去进行的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说制度建设和民主这个制度，就是说我们在讨论这个对于1919年的中国国体的一个认识，这个当年究竟是什么样的国体认识，我觉得这个吴老师提出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好。然后这个在三十年代的民主与独裁之争里边，胡适也谈到说我们怎么样形成一个基本的一个共识。他说这个争论这么多，我们怎么样去形成这个基本共识。他认为，他说陈之迈是认为说对于民主政治的话不要诚意太高，就是刚才就是吴光老师讲的，就是不可诚意太高，太重理想，就对于现存的一切带民主色彩的制度都认为是一种进步，然后使其完善，努力让它成功。所以呢，他说这是我把这个民主当成说一个幼稚园训练的原因。他说民主没有必要说一定要经过这个训政啊，这个开明专政啊，或者独裁才能够过渡到民主。所以呢，他说这会把民主现在看得太高，太不可高攀的一种叫理智的政治。所以呢，就说这是不能够承认说我们马上就能实行明智的一个障碍。我就是补充这两点。好，那我们今天上午这个 panel 就到此为止，是吗？好的。然后是有什么其他安排吗？中午？现在就是中午的话，我们大概有一个小时的这个午餐的时间，然后1点钟的时候我们又回到这个会场来。好的，好。那我们就谢谢两位发言人，谢谢大家。谢谢各位。